他妈一等车，安那转学堂入去也装着，搁要坐人啊！前面，前面。忙不起来，忙不起来。前面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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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事了吧，沈班长？完事了，我现在可以录了啊！今天的庭审现在啊，按完了。今天庭审现在宣布休庭，这就是被告市政府的公安的这个公安的领导都来参加到庭了啊！我们这边被害人也有不少。今天我就问一下这个事啊。究竟在咱们国家，在辽宁省沈阳市，是权大还是法大？啊，建国以来啊，75周年了，也没有法条。今天我也看了，我庭审了，我也参与了啊，也没有法条，哪条法律规定的？上访到国家信访局登记，就是违法行为。今天我就看一看啊。没被告没拿出来啊，哪条法律啊，就是违法行为没拿出来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上诉人啊也没有违法事实，到国家信访局登记啊，不是违法行为。就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被害人就像我这些访民都算上啊，必须坚持告啊，还得坚持告啊，他没有法律依据，没有啊，就是滥用职权，滥用职权，适用法律错误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啊。我必须跟踪报道，报道到底啊，讨回一个公道。欺负老百姓啊，熊老实人自古就是有罪的行为，欺负老百姓就有罪啊。我老百姓必须。啊，必须我给他跟踪报道。今天就到这里。
我这刚吃完饭，坐几站地铁我就回家，我就出地铁口，我突然呢发现这个广告，我让大伙看看，看见了吗？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，你看说的多好听，看了吗？天津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，看啊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，你看看啊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善行，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，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，是国家医学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你看他说的多好听，把这个好话都啊说尽，把坏事都做绝。我就请问问，这个人体器官捐献器官呢，来自何方？又捐献给谁？是捐献给就普通老百姓吗？还不是捐献给就是有权有势的吗？有钱的吗？看看多可怕呀！看了吗？大张旗鼓就是啊，可以就是那么唱高调的就那么喊，还人民至上，看了吗？生命至上，是吧？这就是说嘛呢？有一些坏人呢，他做坏事啊，他还唱着高调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细思极恐，看了吗？一切为了人民，看了吗？人民得个感冒啊，要没钱的话都在家里忍着，是吧？大伙儿都知道吧，买口罩买不着，买布鲁芬买不着，买酒精买不着，买的就是镇痛片，就是退烧片都买不着，还含着人民至上，还含着生命至上，谁的生命至上？看吧，这就啊，哎呀，真是的，看吧，我就喜欢这八个字，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，看了吗？如果这器官移植啊要这么搞的话，我们希望透明，这个器官移植是谁的器官，就是移植到谁的身上，给大伙讲明白了，看了吗？一句话保留，老百姓现在活得太难了，如履薄冰啊，心惊胆战，是吧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还国徽在这儿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